午安，大家午安。小姨的。看一下角度，我觉得今天角度很奇怪。今天的角度很奇怪，很通利。调的角度调了好久呢，是因为我今天长得很奇怪，我一直觉得今天长得很怪，不好看。为什么？为什么我今天长得不好看？其实这件衣服是灰色啦。调一下亮度，这样该好一点吗？啊，好难哦。Hello， 又 Hello， 谢谢天上的彩虹小浪花。Hello， 阿三 ，Hello， 刚刚 ，Hello， Kate， Hello， 我们 ，Hello， 洛克 ，Hello， 维基芬 ，Hello， Lonely，Hello， 招子。Hello， 北极熊，还有加鲁特 ，Hello， 超哥，谢谢梦送的掌声鼓励 ，What is this？ 哇哦，谢谢卢克送的购物包，大家午安，谢谢，好黄。今天头发特别柔顺，我平常是多么杂乱，你让你才能讲出柔顺这个对比词，我觉得对比有点强烈哦。break 吗？好，难过。小宝宝，你好。我找一下绑头发的，绑起来之类的，就觉得自己今天长得很迷样啊！为什么今天长得很不像昨天的我？今日已不是昨日的我，笑死也不是，就感觉烫过。我本来就有烫，好不好？而且我烫发，我上礼拜、上上礼拜我去烫发根，但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事情了。然后他该不会这么晚才见效吧？就是上一上上礼拜有烫过，然后这个礼拜才开始，再约过14天之后。今日的我已经不是昨日的我了，笑死！不是迷人，是迷样，就是觉得自己跟昨天那个镜子里面看出来感觉不一样。嗨 ，Hello， 谢赵子送的金色音符 ，Hello 勇哥，谢谢分享直播 ，Hello 原来，哦，谢谢勇哥送的钟情玫瑰，谢谢 ，Hello 雨人 ，Hello Jack，Hello 卡丘 ，Hello 阿晨，可爱又迷样的偶像角色。手心，对，我觉得新闻真的，我觉得我们的气象还算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哈，就是说会下雨就是会下雨。画面好黄啊，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黄，但还是很黄。但是喜欢冷色调，我觉得这样的颜色很好，真的喜欢冷色调，但没办法，我今天穿的是灰色的衣服。错了，穿错衣服，这样
好，没有，没有比较好笑。啊，唯一稍微好，我觉得整个色调不一样，就觉得自己长得很奇妙。奇妙仙子，昨天很不愉快，今天希望下雨后可以天晴。怎么了，着急？今天是一个七七辅导室，开销的 line 我很怕错过什么一些工作的事情，因为昨天才传讯息给姐姐确认时间。小林，辅导主任好，刘主任，谢风大送的，哎呦，不要再送我鸡排了啦。浪迹天涯鸡排很想吃呢，谢谢清楚的送的浪迹天涯鸡排，浪迹天涯真的是，我觉得浪很厉害，是一直会用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谐音，然后去做礼物，我觉得这真的蛮厉害的。再吃一块 ，double， 那我要加胡椒粉。昨天被老板吼了，哦，心情不好，哎呀，没事，我觉得工作什么的。总是会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工作的原则就是，我就是不要，我都是这么讲，被念什么也不会反驳，对，因为我觉得反驳反而会有反效果，或是一直想要极力去辩解什么事情，可能假如说我今天。接受访问好了，然后回去就说哦，你这个东西讲得不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好，我下次会注意，好的，好，然后就这样安安稳稳的过这一切。我说好，但其实就是有种，这样讲很坏吧。就是当作就是耳朵左边进去右边出来那种感觉，左边这边右边这样出去，好，了解，好，我知道了，好，没问题。但我不见得有在听，像是很快啊，或是就是有时候你其实知道你是对的，但就是为了不要有争执，所以就选择安静，然后默默在照着你觉得对的方向去做，对。我就是那种很不乖的职员，表面上很乖很乖很努力，但实际是内心想说，哎，他怎么又说错了？我还知道我自己做的好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午安，为什么是晚安？小小你要睡了吗 ？Hello 雪代把眼送的恋物会员票，对，态度放软就对了。谢谢补档送的彩虹会员票，你不要再送礼物了，你多多吃一点。上次那个太贵了，不要看到特价这样狂买。Hello Mohan， 谢谢浩天送的红玫瑰，午安，谢谢小布丁送的枫叶。今天赶实习报告要八张新冠，好辛苦了，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我之前在赶什么报告啊、实习什么东西的时候，真的是没日没夜。谢公大上的浪甜筒，我以为他什么浪麒麟之类的。被老板骂的我会立马抱歉，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虽然知道自己是对，但是他因为他是老板，所以就是还是得把态度放软。因为每个人都是为了生活嘛，就是各有所苦，都是为了生活。谢谢雪大发送的小玉儿，你们不要再玩小玉儿了啦，小玉儿很可怜，每天就是在我的直播间都要先黑好几次脸。你没有在乎过他的感受吗？小玉儿不开心啊。哎呀，这发夹超可爱的，但它好贵，所以我只买一个。老师买一次，好好一直拿。你不要这样，我没那意思。老师人那么好吗？哎，中午好啊，志凯。感冒到最后一天写，然后再爆掉，不行。你知道我之前
不是，像现在不是，就是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不是有实习嘛？但我说的不是比较久的那个实习，是寒假那种比较短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写几天啊，两三个礼拜吧。然后我想说，哎，我就一周写一次好了。然后可是每天都有记录的报告，但我最后发现实在太难了，因为你再怎么编，你的。你就说你的那个重点就是那几个，你再怎么转换顺序，就是一二三四五，那就五四三二一，然后再来四三二五一这样。可是它的东西还是一样的，所以真的不能一个礼拜总结一次，太难了。谢谢雪代吧，送的彩彩哦，这里好可爱，彩彩，哎，恭喜你，升等啊，成为二级会员，赞赞。Hello， 张爸爸，谢谢金鱼中的小玉儿，哎、欸，你小玉儿成功哎，第二天就白脸这样，我成脸又黑了。谢谢张爸爸送的会员票，午安呐、啊，金鱼中，可以讲呢。猫派，猫派，总裁什么的是不行的，是吗？哎、欸，我是，其实我都喜欢，好不好？我跟你们说过，我只要四只脚，然后又长毛，我就这样，我就会很喜欢。谢不成唱的小玉儿，谢小旭送的爱的小熊跟文手礼。我觉得猫咪跟狗狗我都喜欢，真的，真的我都喜欢。就喜欢动物嘛，我妈小就是在我小时候说说你以后要不要去什么动物园上班这样。但长大之后发现，哦，动物园其实蛮臭的，就不太敢去。太喜欢小四小蜘蛛呢？不行不行不行，它就长得不一样。我知道它的原本的形态是什么样子，不要一直为了四只脚，然后让那个蜘蛛生活很困苦，好不好？不行不行，毛毛虫怎么可能两什么什么毛毛虫不可能只有六只吧？说不定它很多只啊，对不对？三宝宝就好几节，吓死我。米克斯哦，米克斯真的很可爱。可是我觉得米，因为啊，我知道，就是我之前看一个什么新闻的节目，他们说米克斯就是非常健康的，就是品种，就是大家可能会印象中它就是那种路边的什么野狗啊、土狗什么之类的，但其实米克斯是非常的健康，就是它的四肢非常的健壮。你懂吗？很健壮的。谢谢玉安送的比个心血不能送的购物包，谢谢玉安送的购物包，谢谢之前送的金色衣服。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还是什么节目吧，反正就是会有国外的的人想要就是买就是米克斯，然后回去养。觉得这种品种的狗狗很健康，所以要打破它原本的那个，就是我们既定的那个路边的印象。但我觉得米克斯真的是有点，有个缺点就是它掉毛掉得很夸张，大概就是跟吉娃娃差不多吧，因为它们都是短毛，然后就是短，然后又就是它的毛是硬的。它不是软毛，它是硬的这样。然后你把它吹毛这样，它就这样啪飞起来。帮，因为我们家就是，舅妈，就舅舅家之前有养，然后一养很多只嘛，所以之后会就是一起帮他们洗澡这样，就是一人洗一只那种概念。然后我在旁边洗，然后。我的鼻子超痒的，我还没开始吹，我的鼻子就已经开始痒了，真的是超级痒。就对那种短毛，就是短一毛的狗狗，就是有种既定想法，哦，不行，我鼻子会爆掉。彩彩就是差不多的那个毛的那个质，但是这样彩彩的毛再软一点。对，头发真的很直，头发真的很直吗？因为平常有夹卷啦，因为平常都会往内就是这样，或是往外，但今天就是没有，就是懒。
我对这种亲戚的名字是那种爸爸的亲戚叫应该叫什么啊什么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很难记。对，我之前在考什么家庭概论，就是高中的时候读幼保嘛，然后一定要学什么家政啊，然后家庭概论之类的。我家庭概论的这一 part 永远都会错，永远都记不起来，太难了。因为就是会有什么阿公阿嬷爷爷奶奶，但是我们家呢，爷爷奶奶跟阿公阿嬷是相反，人家的阿公阿嬷通常都是爸爸那边的会这样称呼，然后爷爷奶奶通常都是妈妈那边的称呼，就是通常是这样。然后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相反，所以我每次都会写错，就照着我家的那种概念去写都会错，太难了。今天是侄女傻眼，是这样吗？什么什么什么外，他很分内外的，一句叫帅哥美女哥哥姐姐，不是这样。谢洛黎送的能量饮料。哦，爷爷没有啊，没有啊。可是爷爷奶奶是妈妈那边吧，阿公阿嬷才是爸爸那边吧？因为那个是什么啊？我之前去看的时候，他是这样写。就外公外婆又叫阿公阿嬷，就是那个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叫的东西都是跟我讲的不一样，因为可能他们的，因为阿公阿嬷等同于好像是等同于爷爷奶奶的那种概念，然后可是我阿公阿嬷是叫妈妈那边的，就是没有特别改名字，你懂吗？就是我不会叫什么外婆外公，不会，我们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名字的。对，就是它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你这样讲我不懂了，什么意思？叫阿公阿嬷，然后外公外婆什么意思哈？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吗？但是我觉得没有特别分的话，其实也没有差吧。但是我每次都因为这东西然后讲错，对，因为从小也不会有人去纠正我，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哦，他们刚刚说什么意思？用外有外内，我觉得外内就是有种，就是古时候的那种想法，就是哦，那就是不同性嘛，所以就他是外人，然后同性就是内人这样。我觉得这样其实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新闻就是那个Sandy 姐，就是那个宪哥的女儿这样子。然后她说她之前 po 了一篇文章，然后是把外公外婆称为爷爷奶奶，然后引发了一些争论这样。对，就是有些人觉得因为闽南语的关系或者是什么什么，每个人的念法都不一样，那其实是都是同一个意思。然后就会有一种，可能大家就很纠结于这种很小细节的东西，但就是他，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说这是，就是我们家的事不干你家的事，我觉得蛮厉害的，但的确是这样子没错。但我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然后妈妈阿公阿嬷，所以一律叫我记讲。是这样吗？
在这里演唱会前会去染头发、欸？我不会染头发，我现在就是染跟烫只能选一，我选择烫，我不染头发了。对，而且我有时候染头发一定会退回那种黄黄的那种，就是很红的那种颜色，就是感觉很像台妹。而且我皮肤又本身又不是到特别白，所以看起来特别台，所以放弃。怎么看到我就喊娘？我没有要你喊哦，我不认，我不认。他遮住白发，我有吗？但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两个一定会有。台妹，我爱台妹。爱我三年，好老。发尾的状况看下去可能会更忙。其实染发也，染跟烫，我只知道烫直比烫卷还要伤，但染发跟烫发哪个比较伤，我真的是不太知道。染发跟烫发哪个比较伤，我就知道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哦，可是、我看到了，有人解读了，漂那是漂发，那不太漂发是真的是最伤人，因为它破坏你整个发那个头发的颜色。那他说对健康的头发来说，染跟烫都是很伤的，但实际上，人们染发的频率通常大于烫发的频率，所以以频率上来看的话，染发对于头发的伤害是最大的。而且染色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过程，或者是你做漂发的话，这个东西有含化学物质，会氧化头发，所以发质会越来越糟糕。谢谢许大巴送的纸飞机，谢谢。可以找纸送的，彩虹小浪花，很可爱，彩虹小浪。然后说，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烫发。一年最多也大概三次左右，三四次。然后染发其实你只要，假如你是染比较浅的颜色，因为长头发嘛，因为头发长多快也是要看个人的。但是如果有些人受不了，就一点点黑黑的，然后就要去染的话，其实这样是比较伤发质的。而且染发头发好像比较容易干，对。所以其实染发比较伤，而且我本身觉得染发比较贵，染发出错的几率也比较高。你不可能一直都是同一个颜色，我觉得太难了。烫发是改变原本的结构，都差不多啦。要把白发染成黑发眼睛，你可以买566染发，我爸都用那个。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就看我妈有时候，是我爸就说，帮我染头发这样，我就觉得，我爸很爱，他爱漂亮哦，这种感觉。那我妈真的是，我妈真的是那种那低价的那种美发厅，就是那种最佳品质，会拿垃圾袋套我们的头的那种。我之前就在家那个时候是疫情吧，居家防疫，然后我爸就是我妈在帮我爸染头发，我就帮我妈剪那个垃圾袋，这样剪，然后把套进去。倒进去。下次看到咖啡色发，其实在遮白发，不讲不会有人知道。我觉得其实原本的颜色就还蛮不错的啦，对，就是不太会想要再染，而且黑色比较容易显白，所以想要看起来皮肤白一点。我真的觉得，因为我自然卷，所以在整理起来，染发对我的帮助没有那么大，烫发对我的帮助比较大。烫发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多睡大概10分钟左右，可能以上。对。然后看我现在白回来有感到欣慰吗？我觉得没有到最白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本身可能就没有很白。午安，午安，午安。
接见古松的枫叶，谢谢。0214送的枫叶，一直都烫直吗？对，对。一月生写真买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买代表你不曾爱过。哎，是我昨天想要说的，但是我打的比较就是白话，就是你没爱过。我想想怎么说，应该是打不成才对。什么意思？你不要再拿我高中的照片了，不要不要那，不要那。战斗力十足。Hello， 人好，怎么了？来，烫得很自然。哦，对。但是我跟你们讲，我那时候短头发去烫，然后我就跟我们老师说，请你帮我烫的死直，而且我要从发根开始烫。然后他说你确定？我说对，就是要这样。这我第一次烫整头的头发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然后真的假的？跟你讲，我这是一两个礼拜之后就，大概一个礼拜多吧，看起来就像正常人烫普通头发的样子。所以大家就要知道我大概是多严，就是差别有多严重这样子。嗯，对，大力给他烫下去。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先烫枕头，然后之后再烫发根，一直补发根就好，因为这样你比较便宜，你知道吗？死直女，死直女，放过之后爱一半，不不，你的爱没有到结尾，你的故事不会终结，我们要给他一个 happy ending。太一拜拜。让我在你的耳边细数岁月，不用千转百回，也没有痛彻心扉。自然卷这种就是很毛，然后因为我头发很多，然后又比较粗，所以它总是会看起来很蓬，你怎么样都是很蓬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一定得烫，不然就不是很好看。洗头完蒸发，蒸发是什么？爱没有明天。有用过离子夹吗？有啊。对，我基本上还是会需要用离子夹，当然是不会到电话线那种，感觉特别烫过。拜拜，出门小心，耳朵穿点，今天会冷哦。不行，我头发蓬蓬的不好看，我真的不行。欸，发型对一个人的重要性非常，就是那个，就是说一个好看的比重很高。欸，我觉得有占到40%，真的40%。好奇面面卷成那样洗头一定很，没有那个烫卷洗头什么的，那个没有影响。欸，这个都是不会有影响的，对对对对，因为你洗头发，你头发还是会因为水然后去拉直，你不会说你洗头还是长这个很 Q 这样子，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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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会像你可能吹干那么卷，但不会一直保持那样子，然后下水还是长那个样子，不会不会的，不会，笑死。我不能剪短，我上次不是剪，之前去年吧剪短，然后我发现我的头发没办法，这它需要一些重力把它往下拉。但不然就是要比较频繁去烫的，我都蛮喜欢的啦，短发长发都喜欢。所以说打结还好吧，我看我妈吹的蛮自在的啊，因为我妈也有烫结。哦，是前年哦，已经是前年了。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直定期的去修，就是修短、修短、修。我卷发不能是那种大卷，一定要卷不卷，若有似无的感觉。也就是一定要上面很贴，然后下面若有似无的卷，比较适合。我真的试过很多次。我只要卷，如果真的是已经到这边，然后还很卷的话，那就是怂。有些人卷起来好看，我这怂就怂了吧，接地气。
够硬。那我的头发其实是因为我头发蛮粗的，然后也就是就做造型的时候比较方便，就是不会因为细软发，因为细软发头发比较容易塌掉，就是它定型的时间没有那么久。但我头发比较粗，所以定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有时候可能工作啊什么的，拍 MV 啊，老师补我的头发就是很快就补好了，就是不会整个塌掉。章鱼那样吗？也不是说像章鱼这样，好吗？但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大概就是不好看，不好看。No. 因为我三单夕阳不是染比较浅的颜色嘛，我看着看着还觉得好像黑发比较看。比较好看，因为一二都是黑发，然后三单就是开始染头染发，四单的时候乌头也是染比较深的颜色，然后现在五单就是黑发嘛，看来看去还是黑发好看。应该都不是好看，是适合。三单我真的觉得不太好看，我觉得三单怎么不好看？头发粗的好处大概就是像桃园这种风大的长刘海还是完美，刘海的完美程度是要看你会不会喷定型液，但是我觉得我刘海很难这么完整，因为我对定型液没有到很钻研，说我要怎么喷我头发才会定型。留长最多的应该是有到腰吧，应该有高中的时候。而且我发现我头发是侧边很多，就是这两边很多，就这，因为头发不是有分，你要硬分的话就分三块嘛，就是一二这样，这两块，一二三这样三块，然后我是这样双侧的发量很多，我这两侧发量超多，后面就蛮正常的，就还好的。超级麻烦，因为你都戴帽子，你知道我戴帽子就是它会这两边会会，因为它太多了，就要一直往后塞，一直往后塞。留到腰睡觉会不会被痔疮？当然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吧，我好像没有遇过这个困扰。中间刘海，刘海就这样，你还需要刘海是自己从旁边这样抓出来的。睡很多吗？没有吧。可是我妈说，就是在小时候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很小 baby 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头型不是，就是说骨头还是没有长好，就是还是软骨，所以你要去翻动。他的头才会有漂亮的头型，就我阿嬷还是就是我睡觉可以帮我翻一下这样。但我觉得我的头还是算蛮扁的，对，就是还是扁的。主播 IG 欠追踪，拜托拜托，我业绩已经 delay 了快一个月。头没顾好歪歪的，怎么会？但我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什么头型要怎么固定的，这个好像就是我觉得是一门技术。小时候安分睡觉就会变正常，可能吧。哦，长大之后了。谢终于送的告白气球，谢谢。这样，如果以后就生小孩什么的，你就要走过去看一下。哎，反正，对，反正好像在什么煎牛排感觉。谢伯承送的小日儿，谢谢。但其实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要剃光头，我觉得头型怎样都还好了，因为不会，就是不会特别去观察一个人的头型吧。
不会特别去观察吧，对不对？应该是 OK 的啦。哦，猫咪，耶、啊！没了，太快了吧！这是我理想的蓝猫，好可爱，摸起来就不圆，不高兴。这张纸上的麦克风，傻眼。哦，谢谢交送的香槟，谢谢。那个特效好漂亮，哥哥的就顾得很圆哦。你要跟妹妹道歉。如果哥哥的很圆的话，你要跟妹妹道歉。但哥哥以后要当兵，可能要剃那个平头，那还是没关系好了。我觉得顾这个是一门学问，就像是因为我觉得小朋友在发展的时候，他很多骨头都是就是比较软嘛，所以他就是如果你长期让他保持某个姿势，那个骨头可能就没有长好之类的。就是像小时候女生不是会有个鸭子坐嘛，那个腿，那鸭子坐它都会让骨头就是 O 型还是什么型的腿，我忘记了。矫正帽哦，矫正帽感觉很不舒服，所有东西有矫正这两个字都觉得很不好戴。三周年跟集长会必不见，好哟 ，OK OK。集长会哦，三周年，好开心哦，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放下心中的大石头。本来要去，但有事没去啊。好啦，没关系。我觉得有事情比较重要，因为每一年都有就是庆祝周年嘛，对不对？不然也是可以看线上，线上也不错。对，还有完就放年假了是吗？应该吧，因为后面的东西我们现在也没有收到通知，因为但是我们的时间本来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公司，然后等公司的安排。对，他说可以放，或者我们确认没事，我们才能逃离，不逃离，只是才能回去放假。嘴唇啊，我们这一块吗？哦，真好，咱那个应该破皮这一块。一个人机长时期吗？我不知道哎。因为我之前的集长都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拍拍拍拍拍，然后出去，然后他这样走十圈嘛，要绕十场这样。天上组加一，加油，好的。快逃啊！亚妈路不送的购物包。我们做着不同的梦，可梦里我们常伴左右。你太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破皮，这里，如果在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我不知道哎，我没有遇过这种。到底要不要讲呢？嘿嘿嘿，都。但我相信大家应该不是这种。
先准备考试好哦，下雨后的晴天考试加油，明天见，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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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走来收走，谢谢元送的购物包，就是都应该说从以前都会有比较，就是唯独喜欢某几位成员的，然后就会跳过不跟其他成员击掌，对，总是会有这些嘛。只是觉得，先谢谢晴天送，下雨后晴天送的彩虹小浪花，你不是要下了吗？没来送礼物的会，明天见，明天见。就觉得啊、可能就是应付的击掌一下吧，就是不要跳过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真不管你推不推，我觉得就是稍微就比较是礼貌的那种概念，因为不管那位成员有没有记得你，但是或者是了不了解你，但是在那个当下可能被略过的人都是会有一点错愕跟回去可能会难过，对对对。其他成员也会自己躲开才会这样，不一定啦，对对对。因为类似击掌的这种活动，其实也不是只有一次了，差不多吧。对，就是有时候会有发生是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回去一定会讨论啊，聊天啊，讨论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倡导一下，就是。多多少少就是击掌一下，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想法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也没关系。出来吃冰淇淋，笑死，很累，还想 push 这样。你拍我的头吧，什么意思？搞不好静电就触电的感觉，傻眼是这样吗？谢谢耳机讲通的，槟榔，谢谢柠檬送的槟榔，假动作就这样。就是看得出来，就是有些人是想要跟你玩或者闹你，也是会有些人就是真的不在乎，然后直接走这样。就是可能就是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再少一点。希望啦，但也不会就是说就这样就会很生气啊，讨厌之类。但是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每个人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所以觉得没关系，只是觉得可能还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不要发生。对，有被跳过吗？很久以前有过，但我是觉得还好，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到底没差的。顺便休息一下，不拍没关系。休息一下，下一位，你好，你好，你好。休息，你好，你好，你好。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看得比较开，比较开一点，就是不是说比较开就不会在意，但是就知道他可能有我帮他个自己解读嘛，我不是喜欢帮人家找借口嘛，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对他的想法啊，没事，他是钟爱某一位成员。真是专情男子啊，那种感觉。不是，嗨，Hello， 你好，你好。300次很快啊。哦，不是，我不是说就是这样跑，因为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谁在玩，谁怎样怎样，就是看得出来。对对对。午安。你只拍固定的成员吗？可能哦。楼梯搬运工给台阶专门。雨晴建设公司帮你找台阶下。
那可以前面快速几掌省时间，然后到这边多讲两句话吗？我不知道，你问工作人员吧。这不是我能那个专我不能决定的事情，对对对。特殊手是几掌吗？好像不行，就只能就这样几掌，因为如果因为这样子，其实如果什么特定或者是比较特例的话，会比较影响到整个活动的流程啊什么之类的，通常都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是你单推也太明显，大家说啊，他一定是找谁谁谁的，没事，去吧，去，他在那，快去，也是这样 ，maybe， 注意一点，现在分享直播，开开心心，这周就是三周年啦。突然无时间，抬不起来了。这真的超专情，真的在一排漂亮的妹子中，你只喜欢那一位，真的是爱得很深。爱得太深，太容易让自己沉沦。耶，谢小恩送的红玫瑰。Hello Hello。赚几条赚几什么啦，没有，只是我是因为歌词不是先不管歌吗？大家都很可爱，真的。如果是我，因为我就是那种心态，是我既然都花钱了，我就每个都要碰到。妹子真可爱啊，那种感觉，我这个妹子啊，香啊，我一定是这种，你知道吗？拜托，这可以碰妹子的手一排，拜托怎么不碰？搞什么？啊、哦，上班，好，上班加油，辛苦了辛苦了。我这天要上班，一定很想睡觉，因为今天又变冷了。机长要彩排吗？不用了，机长应该不用彩排，但表演要彩排。而且很久没有这么多人一起表演，真的是超级复杂的。对，因为站位什么的，每一首一定不一样。然后你要记你九宫格旁边是谁，因为如果少一个或多一个，就会引起恐慌，你知道吗？他自己很慌，我们也很慌，就说他怎么在这儿？我是不是站错了呢？我到底在哪里？那如果旁边人，九成是对的，他已经是错的，他应该在哪？他可以在那边，要告诉他这样，拉他的衣角，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不是因为真的是太难去记位置，而且加上我们人多，就像之前有参加就是 HR Face 演唱会，我们记那个位置站位号码都是记什么？那因为场那场地很大嘛，之前在上海或者是在曼谷的时候，那位置都会到十几号，因为我们可能在乌梅都是最多六号，他们可以到十几号、13.5，第二排13.5，然后走到第可能第一排的几号几号，然后8.5这样，什么动作的时候要移过去，通常都是这样的概念，真的很难记。真的是这样啊。然后有时候因为有些分怕的地方，可能就是要找旁边的人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要唱了，过来过来。因为有时候就会观察着，好，可能知道下一句是我要唱，可是我看到要跟我一起唱的那个人好像还不知道，就是已经忘记了他下一句要唱，我就走过去说唱歌啦，我说对我忘了，对我知道你忘了，讲我们去前面吧，这种感觉就是去把人家拉回来，就是帮大家找家，这样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之外还要帮大家找家。你在这边，你在这边，我旁边人去哪了呢？我都这样，我都这样，很忙，你知道吗？一心二用，已经在很认真在记舞步，然后就是或者是在记站位，还要找旁边的人这样 check 疯狂 check。
超麻烦，大家都要很谨慎。对啊，这么多人彩排很欢乐，哎、欸，这么多人彩排，如果乱起来的话，还就是被骂也是很欢乐的那种哦。就是大家会一起知道，等一下一定会被骂了，就那种概念。谢谢人好送的购物包。对啊，我现在就是可以帮大家找位置。嗯，很努力记得大家的位置，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心安吧，就是啊，好好，没有一个人就是被我放弃，太棒了那种感觉。真的没有啦。谢钟颖送的购物包，在幼儿园里。也要和他们机长家拥抱。哦，小朋友最可爱了。谢谢小英送的带我去流浪。Hello， 你好，中午好呀，谢谢你送的礼物，谢谢。你会在心里傻眼，好油哦！你今天中午吃什么？葱油饼是不是啊？拥抱券吗？应该是没有。但小朋友可以，我自己给你拥抱，好像变态，小朋友这样疯狂靠近，旁那种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的概念。我的小朋友真的好可爱，好疗愈啊！最喜欢小朋友，你小朋友，拉举手，我现在5岁的。在哪里哪里就是 Steven 哦，真的真的是我一直告诉自己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子。好，当然自己的小孩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可爱啦，但是别人的小孩看越看越可爱啊，对不对？就像我看别人家狗，我觉得啊，天哪，这家这家的狗好可爱，看别人家狗，哎呀，闭嘴呀，吵死了，这样闭嘴，不要叫。那别人看我们家狗啊，好可爱。我家狗真的是很吵，怎么这些的？没有，我家狗也很吵，你家狗超可爱的。这样看别人小孩越看越可爱，看自己的就不可爱。但其实你在他在你心中还是最可爱，因为别人骂他的时候，你还想打他，就吵什么吵？你才丑嘞！这样，你家狗才丑，会变这样的概念，你懂吗？你跟懂吗？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谢谢罗神送的守护灵。谢博成送的槟榔哦，前第小时榜第二名，赞赞。最近都有在那个小时榜上，是因为我都开中午嘛，没有什么人跟我抢。哦，你想要抱哈，我想要帮他呼呼，跟你讲，你就被咬爆、欸。他真的是不太喜欢抱抱跟梳毛，他什么都不太喜欢，就是人家碰他脚，他会这样讲脚，真的很麻烦。嗯，明明就是这么大只，可是其实个性有点像吉娃娃。嗯。Hello， 小贝贝，你好啊！你还是吉娃娃？对啊，我原来我养的是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娃。好，我刚刚拜拜。工作加油！东塔曲米真的是东塔曲米哦！我之前在家里只是想要练舞啊，练 music， 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叫，他说：“哎，你在干嘛啊？”那种感觉，你怎么突然动作这么大？这样那种概念，知道吗？我觉得是我在勒你，叫什么叫？我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眼睛像珍珠，就是吉娃娃这样，我以为吉娃娃什么思康的。今天跟他两个小时吗？大概，就他不习惯啊，他就是很多不习惯的东西，他就会用声音抗议。
欢汤圆。你那首刘海好厚，他们对一些声音就是比较敏感，应该是。你看一下，小动物嘛，对不对？我们突然听到很大声的声音，你会就噗被吓到，他们的承受度跟我们就更不一样。超可爱。你说狗还是那个绑双马尾的那个奇怪的人呢？应该不是绑双马尾那个奇怪的人吧？但我觉得我的刘海不太适合那么厚的，不太适合那么厚的。啊，绑头发的怪人是吗？哎，竟然是绑头发的怪人，你口味真独特，还骂人家超坏。刘海精华是对、啊，但是我刘海就是看我心情，有时候想要就是剪厚一点就剪，然后薄一点就是把它留长这样。因为我刘海都是自己剪的，对我从不给人家操刀。哦，上次给我是比较信任的美发师，因为我已经给他用很久了，就是我剪短也是在他那边剪，就是他我觉得他技术很好，然后他就因为他知道我的刘海都是自己修。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每次都，因为他有问我刘海要自己，就是要用吗？我就说，我想一下。然后我就问他问题说，为什么我每天起床都觉得我的刘海长得跟昨天不一样，就是每天都不一样。然后他就说你想要长怎样？他就我给他看照片嘛，然后他就帮我弄。对，他说我不帮你剪长度，然后我告诉你要怎么剪，就是你哪个地方要剪掉，这样就觉得很感动，就觉得哦天哪。我第一次信任他，信任一个美发师帮我剪刘海，因为通常他们都会剪很短嘛，就是人家俗话说什么剪刘海会待七天，差不多吧。刘海容易卷吗？哎、欸，还好哎、欸，我刘海不会到，因为刘海的就是厚度不厚啊，所以不会有自然卷什么问题。嗯。就这方面都还好，但旁边的头发就一定得烫。他发维持长度吗？那也没有这样的、啊，我刘海都是，因为你这样剪，如果是要剪妹妹头的话，你就要把中间的三角形取出来，是你刘海的大，就是宽度跟大，然后。因为我是这边，因为我都是分这边嘛，所以我这边会剪比较多一点点，就是看得出来这边就多一块。然后看你的形象要怎样，所以有些人会这样子，然后这样修，或者是扭一个圈圈，然后再这样剪，就是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对不对？但第一刀真的是不要就哦，我要剪平刘海，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剪下去。你会哭出来，真的是要留一个长度，一个一点长度，然后慢慢修，慢慢修。哦，就是铁臂刘海真的不太适合我，真的。我看之前的照片，觉得，哎呀天啊，这女的刘海太厚了，就看着自己以前照片，这女的这样不行啊。鱼呆，原来是鱼呆，我是鱼氏吗？天哪，我很快就没了。可以给我一个久一点的角色吗？我比较喜欢安陵容啊。很深奥，对对对对，而且如果你要剪旁分刘海的话，你这一块是要方形的，你这块也要拉过来，然后这边这个角是要就是要剪掉的，这个角这个三角形的地方要剪掉，然后这样往这边内夹一点点弯的时候，它就是会有种这样的感觉，就这个好深，就是很有点难啦，对不对？就是必须要。
必须要经历过无数的失败才能拥有这样的经验。我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失败，有时候看了一下表演之前的自己，就知道一件事，不要那时候剪刘海。哦天哪，我刘海怎么长这样，好短哦，我早知道那天不要这样剪了。明明在后台看起来还刚刚好贴在眉毛上，但出去因为流汗嘛，然后可能就会开始有点微卷蓬松啊，跳舞的时候会就是然后越来越就是比较乱这样，然后就开始眉上，好丑，眉上刘海我不太适合，这种前卫的造型还是不适合我，我还是保守的女性。我愿给你我所有 baby， 我愿意。Hello， 小菊花，谢谢坚果送的枫叶，就是很难啦，对，我觉得剪刘海很难，而且刘海其实真的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门面。你要想，如果假如我每个成员的刘海的长度都换了，有些变成什么，有妹妹头的变成中分，或者是眉上，或者是旁分什么，你会觉得这个人完全不一样。就说，这个人是谁呀？我感觉你会超级不习惯，会不认识他。不要露额头了吗？哦，对啦，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长度，不太适合露额头。对，因为很难收。我还在想，就是如果要留，应该说留中分或者是留大旁分的话，我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告诉自己不要剪？但是我快受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一定会想要剪，因为它要长不长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崩溃，而且每个月都有公演嘛。当它的长度是我不太能接受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拿剪刀量，努力的把它修好的。我觉得，今天也很完美，没办法呀。我卷发很好看。要卷不卷比较适合我，大卷不太行，三单的不行。刘雨晴怎样讲怎样都可以，刘雨晴，我名字真好用。对，头发一定会有过渡期，剪短的那个过渡期，到肩膀的时候都会外翘。不是过渡期，那个肚脐跟肚脐不一样啊。请问这里有抽勾勾乳吗？没有。但是你凡是购买七包生写真，你都可以抽我们的签名，可以抽纸笔，但我们这边没办法抽勾勾乳，对，我自己也没有。I'm sorry。要卷不卷就是上次公演的那个长度，那个卷法，要卷不卷？一群有刘海的同学，还露出额头，什么一点？但相较于就是有刘海跟没刘海，没刘海感觉会比较年纪比较大，对，通常是这样。造型好看耶， yeah， 我就喜欢这种古装啊，古装适合我呀，我觉得啦，适合我啦，有刘海有爱。啊，还没买，没事，时间还没到，刚开始，我鼻子好痒。你说的应该是男，你说应该不是说男装吧？我喜欢的是女装。哦，我其实之前有想过，握手会应该可以穿什么，就是一
一整个系列的都是旗袍，或者说是汉服，都是什么类型的改良式旗袍啊，改良式汉服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很赞赞的。下次。所以试试看露露什么？这样讲很快，就是有时候阿杰说他就是跟露露是同年，我说真的吗？我突然觉得真的吗？因为看形象，看那个整个感觉就不知道什么感觉，露露年纪再小一点，虽然是有小一点点，但是就是其实是同年。奇葩有腿，可是你又看不到握手会的话，对吧？那时候发量很多，那时候是刘海很厚，现在就是刘海很薄，就是头发都在旁边，那这两个。那我头发有比较，因为开始有在保养，所以发质也比较好，比较不毛躁，看起来会那时候看起来比较蓬。下次清单越来越多，真的，哎呦没办法，我这是一个很喜欢，因为这个工作嘛必须嘛，所以得穿一些特殊的服装，不然只是那些服装什么时候可以穿到？在家穿亮吗？不可能啊！就这首歌才能名正言顺的穿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很多会去拍沙龙照，啊，因为还是多出门嘛。哦，可是出门很麻烦。沙龙照也是要花钱的。我们就是谈钱伤感情，这种东西就只能久久拍一次。午安呢，蒙骑士，萌萌。其实我最近都没有回桃园，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不准出门，你们不准出门。张成照说要坐着有腿，我一个错愕，哦对啊，阿敏不就是为了这个坐着就会有腿啊，不是吗？不是吗？哦，对，就应该说最近都少出门啊，我的想法是这个，都少出门。又萌萌，你看你是萌骑士啊，我帮你取萌骑士，萌萌萌，实测下次，希望可以办合照会，喜欢合照会，虽然拍照什么的也挺难的，总之会有蛮多很疯的照片。坐着有腿啊，对啊。上面有我就好，那我直接跟那个 staff 说，哎，帮我把它放到比较大，这样只有我们两颗头在这里。笑死。好哦，打又打，开玩笑啦。站着腿的部分比较少。证件照还样子，然后露那个耳朵、眉毛的。我应该去快点去拍好看一点证件照，证件照只拍很不要脸，我感觉真的蛮不要脸，开玩笑啦，快了一个小时还不知道午餐要吃什么，吃蛋饼啊，我最近蛮喜欢吃蛋饼或什么抓饼这些东西，很好吃，今天早上吃了那个。是葱油饼，类似葱油饼的那种蛋饼皮，然后配那个，它里面的料是那个叫什么
烤肉，它是解烤肉，应该就是普通的肉排吧，我想。对。再跟姐姐要公司照做证件照，不行呢、啊，因为我没有露眉毛跟耳朵，就是没有露的很明显。你那些东西都是要要拍出来的，对。像我很久以前就是有拍一个证件照，然后那个只是为了是报一些活动，然后或者是什么东西去拍的，所以它就是拍好看，它不是那种万用的那种证件照，对。可是真的蛮好看的，还会帮你修图。对，女生就是会愿意花钱再加一笔钱请她修图的人，因为我姐也是这样，所以她的那个她现在的那个身份证还是什么的证件很好看，拍腿的照片长这样，什么？怎么很证件照？没有，我的没有留，我的刘海要往上才是证件照啊，对不对？我不然不行，不行不行。我的眉毛就是还蛮正常的眉形，也不太用什么画，就是我加了眉尾而已就没了。昨天才修了我的眉毛，眉毛真的是一直要修，你知道吗？我的身份证也很丑啊，我那时候国中很丑丑到爆炸了。有照片吗？没有，那个就真的没照片，太丑了，不要。不能这样露额头的。但小时候就是没有太认真的打扮了，虽然国中的时候也算是很努力的爱漂亮，但就是往错的方向前去，错的方向前去，好像。谢分享直播。哦，我健保卡没有照片，对，有时候需要那种有照片的双证件的时候都很麻烦，我可能要拿护照或者是拿我的驾照去。错的方向就是不好看的方向啊，就是觉得自己很好看，但其实没有很好看。长大发现哦，原来年轻的我这么不懂事，那个头发在干嘛呢？我在想什么呢？会有这样的就是想法出现。我有汽车驾照，但汽车驾照的照片也是很丑的，因为是那种很随便拍的快拍。对，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去拍，然后又很急的要，我就哦好吧，学校有，我就随便去拍一下好了，就应付应付。长大才知道这个是错误的决定，现在很后悔。拿护照当双证件，人家以为你海龟，不是海龟。我会开车，对啊，但是很久没开，现在等同于不会开。不是因为你在台北，你就不用开车啊，对不对？而且在台北停车位很贵，然后停车费很高，真的不用，真的是被卖安内，卖安内欧被开除。那我之前找房子，想说还没跟姐姐一起住的时候，想说要找房子。然后我就找了，就是有个预算嘛，我就哇，这种信义区有怎么3000-4000的，这怎么可能？一看哦，车位，谢谢，好贵哦。车子也太难了吧，养车也太难了，还是我就住在我的车里的。你在车里，我在车底，这什么歌啊？你杜德伟的歌吗？避开那些路灯。一些大陆都不要去啊，中山啊，中正啊，然后大兴西路都不要开哦，那个地方我就是如果要去什么市场，什么必定经过。外国真的是那种露营车，然后很多就是当住家的。努力，只为了 Maserati， 这样的决定 ，Just like。
就是你，让我们做好自己，就这么说定。Oh oh oh my dear， 出门讲一声就好。四处为家，对啊。实际上是不会可怕，但是我自己会比外面，就是我自己会很害怕，就是很久没有开车的话，上路就会，很担心啊，等一下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有一种，应该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会，但是你没有把握，但你被逼着上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其实我会啊，我在担心什么？就是我很久以前不是有跟你们分享过，我跟我朋友出去玩，然后他们就是我们去花莲，然后他们就是，欸，你不是有驾照去开？我就说你不是你们都有吗？你先去开，你先去开，我就被逼着上车了。我就哦好吧，然后为了让那个租车的人不要这么紧张，所以我就这样开出去。OK 的 ，OK OK I know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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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然后就整路都找我在开，我发现哦，其实我开车技术也蛮好的嘛。就被逼上去之后才发现哦，原来我开车技术蛮好的。你知道吗？虽然很担心，但花莲的路其实也蛮大的，就是不像台北或桃园的，就是人口这么密集嘛。就但我们去的地方也是观光区，也是路宽宽的，很舒服。但就是才发现哦，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对，但现在呢？也要有那个契机把我逼上去，我可能才敢开出门。嗯，为了方向，整个个性转变，哇！我直接真的是本田哎，就想说，哦，不要不要开，不要开上去，上车，上车。然后那个画面直接变成那种，就是眼睛很亮，然后变得很帅，然后这样旁边还有一些奇怪的踢拉，或者是玫瑰这样，上车。哦，我真的觉得什么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危险，而且很多这种东西一直都没办法完全的，就是消失，让我觉得很烦躁哎，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真的不要贪什么哦，一小段路什么的，我跟你讲，一小段路给你喝醉的时候，就会开起来像在过了一个礼拜你还没到家一样。真的是很可怕，你们就知道。而且这种东西，你自己身体，你真的很了解吗？对不对？你其实也不了解嘛，你也不知道你可能那状态哦。你平常，假如你平常是喝什么，喝两瓶啤酒哦，没有问题这样。可是那一天说不定你很累，你干嘛干嘛，你喝两瓶啤酒，你就开始醉得不省人事，这样怎么办？你说哦，没有，跟之前一样。OK， 等上车之后就已经去派出所了。对不对？不行这样，我真的觉得不要相信自己。对，这种东西太不可预测。大家，如果你的朋友啊干嘛想要上车，把他拖下来，好吧，拖下来帮他叫计程车，然后也不要让计程车司机觉得你很麻烦这样子，你就跟他一起上车，先就是你知道，虽然可能什么车费会很贵，反正你就是先就是陪他回去之后你再走，然后再把他账单给他说，不好意思是这个费用，请我要申报。嗯，对。是这样的概念。好，张白，好，你这个坏蛋，可怕，打可怕，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不行。而且这是很多很多都是明知故犯，所以让我每次，因为我很喜欢看新闻，不是很喜欢，就是。我习惯性早上起床会开电视，然后看新闻，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很多啊，就是觉得哦，为什么今天又有哦，为什么这种事情什么，还因为他累犯了，为什么还怎样怎样，我会觉得 why 找代驾也可以啊，对不对？你是要花这一笔钱，还是你要花以后就是花更多钱？你看，你花更多钱这种东西不好讲哎，你说不定是你要花在你自己身上，或者花在别人身上，或者花在车身上。然后也就是之前有一个很非常严重，忘记哪一个是台中还高雄还是哪里忘记了，反正就是可能他就是酒驾累犯，然后他就撞到一个家庭这样子，一家四口吧，对，大概。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难过。如果我是他的，就是我是其中的一个小孩，好了，我起来我找不到爸妈，我一定会很惊慌，我一定会很难过。真的很苍凉。
真的不行，找爱情代驾可能很贵，而且我一定会走错路，会一直绕路。就我不是故意想赚你的钱绕路，可是是我真的不会开车，台北怎么都单行道啦 ？Google， 你不要再踩错了，大概这样。上次我妈就想要载我跟我姐回去，但是她就是先绕去她朋友家，然后拿东西之后，因为那条路她没有开过，所以我们就整个在大台北里面迷航，你知道吗？因为交流道这东西，你就说下就要下，你知道？但是你知道，错过就错过了，你就会开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一直在台北迷航，你知道？哇，这是哪里呀、啊？真漂亮啊！还101呢，一直看到101，那个概念的，一直都是101，超好笑的。罚六万，扣照一年给各位参考，反正就真的不要了。你看六万块，计程车你六万是环岛是不是？对不对？你可以不要、就是对。我觉得大家真的要这样警惕。当然你没有出事，然后有这样的教训也是很好，你以后代表你以后也不会嘛。所以真的是要注意啊，注意啊。也不会到六小时到不了啊，就开玩笑，就是一直就是。对，我的意思就是我应该会这样。但是有时候导航不是会跑掉吗？导航跑掉的时候真的超惊慌，就我家人到底在哪里？你就会像那个找那个叫风水罗盘，找那个就是那库洛魔法石小狼的罗盘一样，找那个库洛牌一样，到底在哪？就指针一直错方向。一直在旋转，原地360度寻找那个方向。我很常这样哎、欸，我很常这样，因为有时候去一些可能第一次去的地方，可能不管是什么教室或者是什么去弄就是餐厅那什么班，反正就不记得路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那照在哪里？很好笑，很好笑。扣过就无敌，老板不会看找你硬壳。反正我真的觉得，如果真的是那种企业，然后老板说啊今天吃饭啊，硬要你去，就是那种应酬的感觉好累，对吧？感觉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对，所以你就要讲一些就是那种啊老板喜欢的话，应该是要这样吧，应该是要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吗？因为我家也是一个，就是爸爸也是，就是有个小公司嘛，虽然就是成员不多，但有时候他们一起出去吃饭，那爸爸就是想要请他们一起唱歌，这样吃饭唱歌。我就觉得做到我爸，虽然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我爸，但是就是但也是觉得哦，如果我是员工，然后老板在旁边，然后硬要找你喝酒聊天，我就觉得辛苦。辛苦，虽然那是我爸，但是辛苦你了，啊，加油！哎、啊，下首歌是我的、哦，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他们还爱聊，你知道吗？好辛苦，好辛苦。我唱得很开心，他们聊得很我爸聊得很开心，但他看起来很为难。我爸爸不会凹员工表演，通常被凹的人是我。来演一个，演一个，来去帮你点，演一个，唱你们的歌。来，通常那个可怜人是我。难过，然后就开始突然噔噔噔，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因为一旦撇开脸，就会察觉早满一不舍的泪。然后问题是因为是 KTV 版，旁边没有人，所以我还自己唱，眺望远方目光。最可怜的是我，你知道吗？家里最小，然后刚好从这个行业，你在 KTV 永远都会被点名。嗯，虽然会被夸奖说哦唱得很好听哦，真的有差，那那女人厉害，但是还是永远都会被你点那个耶耶耶嗨起来耶，然后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这么累？我想要在 KTV 唱一些不是我们的歌，我可以点帮我自己刷点击，但是有时候觉得。是可以先休息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就是可能会唱到，
所以通常我在直播很少放我们的歌，原因是因为太常听了，在练公司练习太常听了，就是想要休息，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当那个状况发生，你必须得唱，你一定得唱。来一个，来一个，演一个，来唱一个。我们再来，请我跳舞，来来跳跳，我俩，嗯，谢谢。可以说唱过这首唱，可以说是爸爸唱的。对，有时候跟员工吃饭啊，就是什么之前尾牙嘛，吃完饭唱歌，哎，再就是家庭聚餐，哎，这就算了，然后去唱歌，哎，也要再演一次。跟朋友也是会突然在开门的时候噔噔噔，心愿愿望之前一一的别看你啊，太突然了吧，好不好？不要这样啊，先慢点。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永远没办法离开这个魔咒。想必我大概可能再过个十年，我再去唱 KTV， 还是会有人帮我点我以前的歌，说：“哎，看他之前长得多好看，现在老了很多。”我就应该会有这样的概念，我可以想象。我的朋友讲话都挺坏的，因为我自己讲话也很坏，这叫做报应。每年都有新歌可以表演，还好，对，还好都有新歌。但勇往直前永远都被点出来，因为是三个曲。我很多小剧场，我只有在我脑海已经演了上千回了。一直都是这样啊！啊，我是我们家比较。哦，我之前就有分享说，哦，我跟我们家都一起唱歌，包括奶奶呀、啊、什么的，阿公、就是阿嬤啊这样，因为阿公跟爷爷很早就去世嘛，所以是阿嬤，然后奶奶呀、啊、或者是亲戚都会一起去唱歌，然后别人说哇你家好特别哦，连奶奶都会出门唱歌，或者阿嬤也会一起来这样，我说对啊，就觉得我们家感情很好这样，就是。很特别，所以我很好奇，所以你们都不会跟家人一起去唱歌吗？因为当然现在是疫情嘛，不能去唱歌。我说以前呐、啊，会吗？会吗？上次第一首歌就点勇往直前，你有没有发现那个 key 很高，很难唱，对不对？真的勇往直前那个 key 真的蛮高的，只是上台前不能喝甜的东西会卡痰。不会吧？会尴尬？会吗？我还好哎。耳机讲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小时候会，我小时候我也会啊。小时候，而且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哦，我觉得 key 很高，现在觉得很高。之前也觉得很高，现在觉得更高。而且我还会跟。就是我爸一起合唱，我妈这样，对。而且我会看我爸妈合唱，他们喜欢唱那个三声凉凉凉凉，对，凉凉三声，然后这样子，我就帮他们点这样，就这几首吧，合唱这样。试过之后，发现星星们歌喉不怎么样，觉得我们的歌都。很难、哦、我也觉得很难、啊、因为整首歌几乎都在高音啊，对我来说，我每次录完音都觉得喉咙痛，就是因为太高音好累。跟家人去会点勇往直前，不会自己点啊，他们会帮我点好，就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对，但当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帮自己再点一轮，就是你知道刷一下点就是点唱的那个热门的程度这样啊，点一下。啊，人好，拜拜，工作加油，加油！哦，对啊，自己一个人唱不能偷懒，所以几乎连换气点都觉得好难找。所以唱那个呜吼的时候觉得很喘，因为他分的 part 没有这么多，通常都是齐唱。所以会很累，对。女生歌都上架的话，你就可以一个人公演了，对。
几乎是可以这样。大学同学上礼拜生宝宝是女生宝宝，哎呦好可爱哟，很赞，喜欢小 baby， 希望他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长大。谢谢夏夏送的彩虹会员票，范星星吗？当然没有啊，只是唱而已。去开会了，好哦，拜拜萌骑士，加油，不要开到睡着。下次多讲话，你今天有多讲话，很开心。希望大家来这边都可以多多的跟我互动，聊聊天。点 TV 的歌跟朋友一起去很好玩，旁边会有人一起打 call， 好赞哦！我会帮忙打 call， 好赞。哎呦，好可爱的 baby 哦，小 baby 真的好可爱哦，连脸都碰碰亮，圆圆的。谢谢钟宇送的爱的小胸，谢谢小英弄的一见倾心，哦 ，Hello 红毅。如果有这天，我想唱《女友》跟《独自住》跟《白色情人节》。等一下，你的，等一下，你这个有点，这个故事的转折好像真的是蛮难过的。就是女友通常就是在交往前嘛，就问他说，哎，可不可以做女朋友这样子，然后《独自住》是被骗了之后，然后分手，然后《白色情人节》是哦，回顾当初那个甜甜的自己。好难过，我突然觉得你这歌单有点为难受，把他当时又起身培养，从现在开始讲说你以后是要成为偶像，加油！从小压力就很大，就我要成为偶像的人，笑死！毕业一分手嗨起来啊！我想边跳边唱，真的是会喘会累，一出生即为偶像，赞赞。有我的小孩出生即是王子与公主这样的，你们都是我的小公主小王子。很开心靠你照顾了，如果那时候我还在的话，我就可以帮你多多照顾，但是我那时候应该有点难了。最上次之前最收最低是11、12嘛，还有12年这样，然后我真的不想要去算那数字了。大前辈，看见夕阳吗？不要这样。送女儿去学跳舞，要看她想不想吧。真的是要看她想不想再去学，对，不然就是浪费钱。她叫音乐浪休息 ，Only Today 的，搬家了。搬家也不错，搬家蛮好听的，我蛮喜欢的。他变我这种智障，哎，不是这样吧？但肢体的协调就是也是，其实我们说要看天赋，也当然也是要后天培养。反正是要看他喜不喜欢，想不想。我喜欢说喜欢，不喜欢就说不喜欢，我不勉强的。根本讲这种话，就是别人就会觉得颇有压力。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是自带压力，还是句话本身就有一些影响力存在？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这几个字呢？很喜欢拼音图，哦，我觉得这首歌也蛮好听的，我自己也算是蛮喜欢。他就是，但是他这首歌 key 也是很高，而且他是要在一个频率上，然后中间的时候又有一点低，所以我觉得有稍微比较难去抓。他不是一直保持在同一个 key 上，那个 range 的。怎么70还在跳？听起来好笑。我阿妈70也是那时候还是可以骑机车，然后去买菜这样子，煮饭呐、打扫啊，跑跑跳跳也是不错。70还是阿姨吗？没关系啊，那时候应该就已经不在乎你怎么叫了。
其实还会在乎别人怎么叫的话，我真的觉得也不必这么累了。叫姐姐，太矫情了。现在在唱十年前的，我觉得歌曲什么的，其实只要它你喜欢，不管是多久的，都是好歌啊，对不对？我也会听，就是老歌啊，很多老歌都很好听啊，李宗盛的什么《传说》啊，或者是娃娃的在什么《陌生的陌生的城市》呀，《陌生的城市》呀，那个很好听啊，这很多歌很好听啊。就是不管年代吧，只要是你喜欢的，然后你觉得好听的，都是好歌。房间是可以点歌的吗？不行，因为我的歌单就是我现在放我最近喜欢的歌，固定。那我最近就是因为看了《森林之王》之后，开始很喜欢什么《完美落地》啊，然后一些就是之前有听过但没有到很洗脑的歌，但现在都会听。卡加布列岛都八几年，你这样讲的话，捏泥巴几年，对不对？小星星几年了，对不对？一闪一闪亮晶晶，看来翻成各国语言。对，完美落地是翻滚吧阿信的那个电影的歌曲，然后是乱弹阿翔唱的。麻油的照片，我刚刚在看我的 IG， 这样我一打开点开，发现麻油在撸猫，然后我跟阿姐很认真在工作，而且阿姐还穿拖鞋，欸、你很坏耶，麻油，你什么意思？而且最后一张猫咪也过得太舒服了吧？为什么它躺在那里？哦不不，你这样不行哦，不行哦。你在复习是里面的角色吗？没有。每一次到手之前都会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什么是这一首歌？哦天哪，是 Jinx。峰峰真的是越长越好看，因为他本身就其实就长得蛮好看的，但因为他平常就是没有特别打扮，你知道吗？所以有时候看到他就是什么公式照啊，或者一些有认真打扮的时候，就觉得他是谁，会有点就是反应不过来，但讲出来很快，就像我们刚起床前的，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你是谁啊？不想没发现。阿姐穿拖鞋，是吗？哦，因为见面的时候都要反复练习啊，呼吸都要反复练。原来是这样啊，这么歌词，有些歌词真的是很疗愈人心，可以安定自己的心情。我们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起床之后发现觉得。啊，你是谁呀、啊？怎么长这样子嘞？你到底是谁？老师，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偷看。木屑夜兔中的小玉儿。但为什么会特别觉得很紧张啊？最紧张的是我怕就是认错你们，因为有时候戴口罩真的是很容易搞混，对，很容易搞混。然后可能有些粉丝都是可能都戴眼镜，然后也都是穿我的生日 T， 然后都戴帽子，就觉得你是那个谁谁谁，会有点忘记。但就是其实多讲几句话就想起来了，会有时候会搞混。现在都戴口罩什么的，真的觉得哦，难度又增加很多哎、欸，很多人甚至都气死，也是啦，不是啦，其实我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吧，我就突然想到，因为我们现在成员很多嘛，其实大部分的成员的生日我都没办法完整的记住日期，太难了，真的太难了，我现在才终于记起来嘛，我的生日是11月30日。虽然这样很坏的，抱歉，但是这数字真的很难记。你不用记得我，因为第一次去。那你记得告诉我你的名字。然后突然想到，假如啊，我们真的是成员越来越多，会不会每天都在发生日的那个文章这样子？就是每天官方都要贴那个谁生日，那就之后就会变成一个礼拜发一次，就是哦，这个贴文里面有谁谁谁谁生日，这样一张一张照片，我就感觉会变成这样，或者是就是变成那一个月有谁生日。月历上有啊，但是我通常都是看手机的行事历，但我手机行事历不会特别标这个，不然你知道标下去的话会有很多个格子。每天都要生日快乐，有时候见面不是早安，而是生日快乐。那就别见到。你要回个讯息，我回个简讯。还没习惯这个键盘。十人就好，这样现在48个，人数不是重点啊，我觉得，对，因为不然几个都是蛮难记的。我现在、上次舞蹈老师吧，然后就是我们的英文老师，他有事，然后就是有找代课老师，然后他就问我们说，就是你们就是团员名字很难记吧？你们这样记要花多久的时间？然后这样，要有一阵子。然后又问那语文，就他就老师这样，那他话都有真记起来，可是他已经教我们3年了，对，我直接跟他说教几年，3年，但有时候还是会就是会有点，哎，那个是谁这样，会突然想不到，就是跟同班同学概念一样，跟大学4年你都跟他们在一起，但有一天你要找某个人，就是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是不是？这记重要的日子，像7月14这种日子，你真的很会说话耶！天哪，但就是有一种概念，觉得你跟每个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花多久时间记住吗？真的是花蛮久的，至少也有半年，到半年才会完全熟悉吧，不会完全，不会认错。或是讲错，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要半年吗？因为
还有姓氏的问题。你知道他叫一柔，你假装啊，你知道他叫一柔，但你永远想不起来他姓什么。哦，小朋友名字就很好记啊，因为是工作，你每天都得记。但成员你不会硬要背，而且你不会跟每一个成员每天都接触，除非是可能六日团练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接触，因为像平日什么晚上的话，可能完全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也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很多都要上课，所以因为公司还是希望，如果能可以的话，还是好好的兼顾你的学业，但说真的真的很难，两者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但就是会真的，我先说出名字那个，真的是很难去这么好去记，而且你也不会特别把那个公司的学名抠下来，然后这样一个看，哦，他是谁谁谁，他是谁谁谁，他是谁谁谁谁谁谁的，很难。不是每个人，不要每个人都觉得我跟你，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那就是你的问题喽。如果是每个人都觉得，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但记小朋友名字是记蛮快，或者记粉丝的名字，我真的算是记蛮快的。就是可能我有印象，我就会记住，而且会有一些关于你的事情也会记住。就像我永远都记得我的高中同学，然后他就是很不喜欢吃火锅，不是不喜欢吃火锅。谢谢八大众的带我去流量，感恩感恩。不是不喜欢吃火锅，而是他不喜欢吃火锅完身上有火锅的味道。然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跟他一起回高中，然后去看老师。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要吃什么？这样，哦，宋健，好，明天见，好哟，那爸爸拜拜，工作加油，辛苦了，把口罩戴好，口罩戴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讨论要吃什么，他就说吃火锅吗？我就说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吃完火锅身上会有味道吗？他说，哦，你怎么还记得？这样，哦，对不起，我朋友真的这样讲话，我不是故意把他演成这个样子。他说，哦，你怎么还记得？然后在打我这样。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他就很不喜欢。有些人是不在乎啊，啊，那没关系啊，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啊，火锅是让我味道，哎，没差啦，这种感觉。但他就是真的很介意的那种，嗯。哦，我记得 Yuki 啊，他现在 po 文什么的，有时候还是他有时候回来看，我记得应该会有吧。然后 IG 也是他这个账号的名字。很可爱，女生介绍一下。喂，不行啦，人家有男朋友，人家有男朋友，你不可以这样子。而且她的男朋友是一个外国人，一个美国人。然后最好笑的是，之前他们在一起超久了，然后他那时候我跟他一起回去的时候是大学大四吧。刚毕业，我忘记大四还是刚毕业，我不记得了。反正还是大三啊。那时候他们好像就是在一起了，然后现在还在一起。然后他那时候跟我，他跟我分享，他男朋友很喜欢500，很喜欢500，然后说他男朋友的台语比他还好，很厉害，很厉害，给20点，不行不行，人家有男朋友。而且他英文也很好，他是一个很，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很聪明又很贴心的女生。而且皮肤很白，很好摸，听起来很变态，很好摸。那的皮肤就是那种，就是水水，跟麻油很像，那种水水的感觉。就不知道含水量很高。500的歌我很喜欢，那个手机狗叫，听起来很难吗？哦，我妈之前的手机铃声有一阵子都是那个，我你是我的花朵，我要跟着你
什么什么，不什么噔噔噔噔，忘记歌词了。难怪刚才的女朋友，反正之前就跟他聊天的，一起回去做聊天。KTV 最厉害的哪首歌？没有最厉害的歌，其实我就是很喜欢唱一些很高难度的歌，虐待自己。就是什么歌都想要唱唱看，对，我都会点阿令的歌，我从以前都很喜欢阿令的歌，然后再会点阿妹的歌，然后会很不要脸的挑战一些，像是他的阿妹的那个什么歌。母系社会啊，那种就是硬要挑战那种，但就是很努力唱，但还是没有到。煎熬，我不喜欢他的 MV， 我很想唱这首歌，但他 MV 真的是不行，因为 KTV 的 MV 都是完整版的，你知道吗？他前面都会有一些你知道可怕的生物出现，太可怕了，我不行。对，哦，长宅我醒悟，哎，你很厉害，阿凯，你是不是记得？你应该没有去找吧？你打那么快，应该是记得。看门见长，还好，那首歌还好，那就是母系社会会挑战，或者是阿令的话，一定会唱那个失恋无罪，很久很久的歌，我从国中的时候就在听。我孤独万岁，失恋无罪，爱就爱恨，怎么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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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走过去，分手换来自由。找一下我喜欢的歌，跟朋友的 KTV 都会唱的。然后我整个唱完 KTV 之后就会很累，就是因为我都喜欢唱的比较高音的歌，然后或者田馥甄啊，因为平常不可能唱到嘛。我们的歌路跟那个歌路不太一样。我被蓉蓉打败，那你蓉蓉？哦，插在我心窝，哦，不是藏在我心窝，太难了吧？哦 ，PK， 哦，潜力榜啊，原来，哦，没关系啦，我这个人是和平爱好者啊，哦，大热门哦，大热门，我想说你在讲这个，你们好跳痛哦，我还没去那边，你就已经先去了，那个太难了啦。我跟你们讲，那个东西就是运气问题，抽题目什么的。我在上面的时候，每一题我都会；我下去的时候，每一题都不会。哦，月牙我也会唱。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缘分的我，在教育他最近很忙吗？很少看到他来了。哦，对手真的太强了，他们真的是有备而来。对啊。啊，哦，我蛮喜欢梁静茹的歌，我唱起来算是蛮舒服的。然后我很喜欢学他的那个气息的那个声音，就是声音带有空气，但我常常会唱得上气不接下气，因为他的气实在太长了。主题名是，就是那个，奖金争夺吧，我看一下。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不准一觉醒来。找不到完整结束的名字。金头卯吗？哦，最强最强什么的？最强重义脑，对，重义脑。你说我对你轻
重义脑。谢谢追踪，谢谢 Obi Mountain 的小浪花 ，Hello， 你好呀。想听我唱粤语吗？是谁的心啊？我单单留下。一直听着失恋无罪，然后一直唱月牙湾，觉得心累会被带走。哦，我们那个就是 FIR 之前的主唱，现在好像出来自己发，就是当个人的歌手了，对，大家可以多多去支持他，唱歌还是好好听哦。他直播比较随缘的，但我知道，因为直播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可以看，或者是配合这样。对，现在是 solo 啊，他好像是发新歌的吧？因为我看《森林之王》，他有当那个一起唱，就是对，配唱不是配唱，那个就是跟选手合唱，有买专辑。可是我觉得新的主唱，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对不起，但是他唱歌也很好听。但我觉得大家总是会跟可能之前的比较，我会觉得啊，好辛苦。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棒。我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很棒，真的不需要做比较，因为唱歌本来就是会有自己的味道，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那就是我觉得太没有特色了。我最喜欢阿令的这个版本，阿令的声音真的是很好听。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来不看回去，这尽管慢慢好玩具，梦想成功和喜悦，到了那就上了宅邸，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说歌到就，因为我刚其实原本也想要听这首歌，就是下一首这样，我一定会点这首歌。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这是阿令的版本，对，阿令的版本。留言，我看那个留言就说什么，难怪阿令是人称的什么原唱杀手吗？真的是原唱杀手哎、欸，就是他唱过的歌都是一个新的女人，像田馥甄也是啊，他唱那个薛之谦的那首歌，想不起来，但好好听。Hello， 太一。谢谢 YM 送的购物包。Hello。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是谁的
写真吗？我们的话，现在个人的那种写真书是有的，但是我每个月都有出月份的生写真。那如果喜欢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去选购，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就是我可以分指定跟不指定随机都可以。对，指定的话，像指定我的话，你里面一定会有一张我，保底一张。什么？三周年有周边吧？通常会什么叫会带多少？说每个人会买多少嘛？那就要看个人了。因为现在的是过年主题的，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参考看看，买过不会后悔哟。太早下了，我的哭太早了。你刚喝奶茶。端端好可爱，小猫咪。生肖是属老鼠，属就是 mouse 属。指定你，你可以拿不少趴，这个应该没办法算趴。但如果指定我的话，就是很开心。属鼠。鼠鼠耗子直接变成是不同的，我是耗子。是谁的心啊，孤单的落下。对，老鼠属命呐，属于你。闹请不要通气哦，不会啦哟，反正因为我知道直播的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跟的、啊。像我有时候，应该说我喜欢的，可能我喜欢的歌手他开什么 IG 的直播，或者是有什么表演啊、演唱会，我可能也没办法到每一次都可以看，每一次都可以可能参加。有，身为人都知道有困难，当然身为偶像也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不会说你为什么一直来看我，不可能，对，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帮你想好借口，不是想好答案啦。分度时期，哎呀，大家，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当它开始，一定要过一阵子才能好好的控制，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好吗？也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去人挤人。谢小安送的槟榔，什么酸民？谢谢菲龙送的四叶草。Hello， 山中无老虎先生的枫叶，谢谢。情像刷脸，表情像刷脸，刷脸有特定的表情。啊，每个人对这东西的定义本来不一样。哎呀，好棒，喜欢的。谢谢小英送的能量话筒，也是他送的红玫瑰。不过最近常常会有一些。不是，也没有说我个人，就是可能有些粉丝的留，应该也不算粉丝吧，留言就是讲话比较讲礼貌，就讲好听点就是比较不礼貌。对，就不管是其他成员还是我这边，就是我们自己会觉得，哦，天哪，这个人怎么这样讲话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这件事情。对。
就像对，就应该大家也会有发现，那当然我们也不会特别去把它删掉，对，因为我们也没那么无聊，就说哎，他讲这种东西，通常我们都会笑一笑，就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知道吗？讲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注意，不管是身为可能公众人物，还是一个普通的人好了，你的言行举止，你讲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会要，你会需要负责任的。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会，不是耳机讲，不是这样好不好？不是说我没有指，因为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因为他呢通常那种账号都是锁起来，不然就是你知道新的账号。谢谢钟云松的浪迹天涯，都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你知道有就是要有责任感一点，当然也要尊重别人。对人头账号，对呀、啊，拜拜。许美嘉，什么啦？但因为说真的，就是如果真的要，因为现在网络应该也算是蛮发达，如果真的要查的话，可能也是或许能够知道是谁，或许但就是说说而已。因为通常做这种事情也不会特别去改自己的 IP 啊或者什么的，通常也是 OK 可以去查到的，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减少这种事情发生，也希望大家看到这种留言也不用特别去回复，你就让它略过吧。对对对，我们其实也是、没有在去在意，但是我们讲平常还会这样聊天，哎、欸，你看这东西，他怎么会这样觉得啊？天哪！这样，IG 的账号其实蛮好创的，对。但通常警察比较不会处理这种网络的这种案件，因为其实很多都是觉得哦，因为很多事都一直都有发生嘛，所以大家就已经很多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对于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哦，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或者是因为每个人的看法跟想法你们没办法了解啊，对啊，每个人承受程度不一样啊，所以他真的会难过，真的会伤心啊。这样子的话，也。当然也，我们身为朋友或者身为自己，也不想要被这种留言去影响。那希望各位聪明、善良、可爱的粉丝们，可以去尽量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去遏制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先从就是也是告诉自己讲话不可以这样之外，也是希望旁边人你讲话你不可以这么坏。对啊，我真的就觉得，真的会，为别人难过哎，对，因为总是会有，因为每个人的私信或什么的，人家都是自己看得到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私底下聊一聊，就会说，哎，你看这个，他怎么会这样？就是我真的有，真的这样做不好吗？我就说没有啊，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问题。我在想，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做的很好，是他个人的问题，他自己不喜欢，或者是他觉得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真的不用太在意。你如果你因为这个人，然后而去改这个东西，但是说不定有80%的人，好 ，OK， 95%的人都喜欢你这样子，这5%的人不喜欢你这样，你就要为了那5%的人去改嘛。如果为了那5%改掉这个95%的人，反而开始觉得，哎，你变得不一样，然后开始流失了，怎么办？就是我要跟他讲，其实你自己已经很棒，你不要因为这一两句话去受影响，好吗？那个不重要啦，不重要，然后过了过了过了，那再引起你的注意，不用不用理他，不用理他。这种人呢，祝福他，可能他上班蛮辛苦，被老板骂，或者是什么事，出门就知道先跌倒，然后还扑到水沟里这样。同情他，同情他，我都这样，我都这样，我都这样。什么啦？哎、欸，真的，我在开玩笑。米娜桑，米娜桑，米娜桑。我当然不是说你们啦，我觉得你们很棒。
不是，我真的认真觉得我的粉丝真的都是很有礼貌，而且也不喜欢，也不会就是讲话真的可能到真的这么直白吗？就是讲话太直，然后伤到别人。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在思考才讲话，通常都是啦，除非那些开玩笑叫我什么阿姨呀什么的，胖仔，开玩笑。什么叫认错？就是那个婚后的就是男子的发言。但对于一些成员还是会受影响，我是觉得大家真的不要这样。而且有些你知道有个 IG 好像现在有个功能吧，就是封锁的话可以，也可以封锁这个人的所有的账号。对，所以可能因为大家会有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你们有些人都会有很多账号嘛，可能这个是支持，就是啊这个东西，这个账号是放我就是可能推七七的，然后因为他有很多推嘛，他想要每一个账号都有那个成员专属的这样。假如如果不小心就是好讨厌这样，然后疯了，然后就再也看不到账号，觉得难道是你吗？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耶，对不对？对啊，可能的分身，我记得好像有这个，因为我们之前有聊天聊过啊。因为我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就锁起来吧，没关系，就是眼不见为净嘛。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因为别人而为难自己。你跟你自己过，不跟别人过，搞什么？我就是个对自己很好的，不喜欢就不要啊。很奇怪，我没留你先。虽然这样看起来很洒脱，好像很讨人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自己比较好。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对自己好一点。你都不对自己好一点，别人怎么对你好？你不心疼自己，别人怎么心疼你？对吧？我不知道哎，你试试看阿凯。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话，就是在就是解锁。你今天去试，你试过再告诉我，因为我没试过。人家心累的时候就休息一下，对吧、啊？看看外面的，就是其他可爱的妹子也很开心啊。都对自己不好，对自己好一点啊！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对自己好，对、啊。因为我在我的心里，就是每一个人在爸爸妈妈的心中都一定是小公主、小王子啊！如果他们知道你出去之后受到这样的对待，他们得多难过，是不是？就觉得大家可以将心比心。嗯，我觉得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对待，所以也不要去伤害别人。你这东西怎么会轮回啦？会轮回。有可能写真比较重要，你看之后啊，对不对？你现在敲碗，我没办法生给你嘛，对不对？等之后，说不定可以公司有这样的规划啊。因果报应嘛 ，maybe 是哦 ，maybe。只是觉得，哎，大家真的是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如果可以，我想和你。现在找歌曲，放最后一首歌，准备关了。最后一首歌听什么嘞？讨厌好了，我最近选这个。讨厌爱上了你。哎，那个是没有认真唱啊！不要这样。不敢负责什么啦？对你自己的言行负责，干嘛要？讨厌爱上了你。亮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我讨厌，好听。
真相信可以哦，你得问问我爸，我都不太确定，就是中究竟会有谁可以透，就是可以过我爸这一关这样。拿号码牌是什么？缴费是不是？就是电信缴费概念一样。不顺利，寂寞了两点半，决定张望寻找一点伴。对谁挂着什么名目星座比个你好看？今天星期几？冷战还继续？他要肯定太远了吧？不要群聚，有电子号码牌，哎，电子叫号这样。先帮你看看，我看起来比爸爸还凶。妈妈，你帮你看看，带回家。你要吃饭？我看他吃完饭会不会刷碗？敢叫我女儿洗碗？妹子可能是 gay， 哎，为什么？你有儿子也是女儿啊，对不对？可能看样子什么东西啊，很会讲话，这句话很好笑。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排名了，把阿青当女儿犯，女儿有点太大了，可以犯，就是你要女儿感的话 ，Mina 同龄的话 ，Mina 感觉比较适合。来讲一下排行榜里哦，第十名是柏辰，谢谢。第九名是周，谢谢。第八名是宫大，谢谢。第七名是幻影战士，谢谢。第六名是钟颖，谢谢。第五名是玉安，谢谢。第四名是张拔辣，谢谢。第等一下，我之前好像跟陆怡说，为什么不把照片换成嗡嗡的？等一下，这张照片也太丑，也很坏。虽然我知道嗡嗡平常的就是喜欢搞怪，但放头贴还是有点杀伤力有点太大了，好丑啊。第三名是洛璃，谢谢。我这样笑好像也很失礼。第二名是雪代巴，谢谢。第一名是小英，谢谢。虽然我这样笑也很失礼，但是真的是蛮好笑的。我知道他是拍那个什么一直逆着喵那个，但也是真的是蛮丑的，好坏。哦，笑有点酸。好了，明天的话也是中午12点有直播。那现在我们的一月的生写真也是在预购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对，就是请大家就是业绩，业绩好过年啊，没有啦，开玩笑。但是我只是比起这个，我更喜欢大家平常就是出门啊，就减少不必要的聚会，然后也记得出门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那也不要在外面吃饭。对，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很少出门吃饭，对，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然后再来的话是假如呢，如果你的朋友有比较喜欢出门的人，
可以考虑送他新年礼物，就送他快筛试剂，就是希望他可以，对，然后再就是过年前筛完快筛之后再回家，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我觉得，我要帮自己买，不然我不敢回家过年。这现在快筛应该蛮抢手的，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很抢手哎，春联打春联，怎么啦？不是这样吧？然后再来的话，希望可能接近过年嘛，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身旁有这样的人，帮他叫代驾或叫计程车都 OK， 好不好？那当然饮酒要适量。那接下来呢，每周二都有开，终于开始宣传一些东西。刚刚是什么？健康辅导。再来的话。每周二的晚上6:00-9:00，轻松电台台日哈什么哈都会有我的电台的内容，就是我设定的主题。之后也会开一些电台的故事投稿，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的互动性，希望大家会有更多的参与感，然后会增加一下收听的大家收听的次数或者是听众的广度可以变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再来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我，就是达成我的业绩，然后我的 IG 一直业绩达不到，已经未达标17天了，难过。那再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负责任，太多东西要倡导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总是希望大家可以过得很开心，然后或者过得，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这样对别人，自己心里可能也会不好受吧。就是你现在笑笑的很坏，但是你可能也是因为可能嫉妒，你可能因为怎样你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代表你自己心里也是不好受。所以希望大家这里都会有健康的心态跟心灵去对待别人以及自己。3周年线上的票还是可以购买哦，大家记得去购买。我要帮我爸妈买，对，他们在催了，在催票，因为我纸还没买，因为我觉得反正他又没有期限，我就快靠近日子再买就好。他说啊，爸爸问自己星期几啊，你怎么都没有买票？好好的，我去买自己的票，自己演出的票还要自己买，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好，这不是重点。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线上的线上，压线仔，我是压线仔。好啦，今天直播到这里结束啦，明天12点也有直播，我们明天见，拜拜。